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袁弘排骨教室。今天分享吉普赛女王，本舞四个八拍，前奏一个八拍，右脚起步。现在跟大家来分享12点钟方向第一节，右 mambo 前交叉，左 mambo 前交叉，做两个锁步，进锁进，进锁进。第二节，前 mambo 退，退并进，右进掐，踏转前交叉。第三节，旁后旁前，右 mambo 前，对称旁后旁前，左 mambo 前。第四节，前 mambo 退，退并进，踏转进180，面对9点钟方向，跑跑跑，第二面墙9点钟开始，我们口诀来带：右慢前，左慢前，进锁进，进锁进，前慢退，退并进。右进掐，踏转前，旁后旁前，右慢前，旁后旁前，左慢前，前慢退，退并进，踏转进，跑跑跑。第三面墙6点钟，我们数拍，一加二，三加四，五加六，七加八，二加二，三加四，五加六，七加八，三加二加三加四，五加六加七加八，四加二，三加四，五加六，七加八。以上分享，谢谢大家。